然后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关于我们肺癌、肺腺癌的比例逐年一直在加深哦。那这个我们也在，另外的话就是汽车的这个污染量也会随着我们的车龄不断的增高哦。那特别是彰化县，目前我们有82万的一个这个机车辆哈、哦，那机车，那我们有20万辆是在1到4期高污染的一个老旧机车，那高污染的一个机车的排放污染，那更是我们电动机车的数百倍以上哦。那不仅耗油，而且造成空气的一个污染，那伤了荷包，更是影响我们的一个健康哦。那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怎么样这个能够呢达到我们联合国永续发展这个 SDGs 的一个标准？那台湾也要跟国际来接轨哦。那也宣布了我们在2050年要达到这个近零碳排的一个标准哦。那也预计在2023年开始来收取这个碳费。这个收取碳费哦，那为了加速我们这个减碳的一个这个作为，并且呢能够呢强化我们的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调试哦，那县政府也希望能够做减碳的领头羊，所以我们考虑汰换我们的机车哦，一辆呢机车可以减少2.3吨的一个这个减量的一个效果哦。那县民呢除了可以获得我们碳权的一个这个凭证之外，我们县政府加码最高有到8000元的一个补助哦。那这个活动一直到我们的12月31号为止哦，那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实践我们这个地球公民的一个责任，减碳由你我哈，那彰化会更美好。那我们只要是在96年6月30号以前的一个这个出厂的一个老旧机车，而且它要在彰化县设籍要满1年以上哦，那就可以呢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汰换机车呢加码是1500元的一个补助，那再加上环保署的2000，就可以领到3500哦。那我们要鼓励民众多来这个使用我们低碳低污染的一个这个车辆哦，所以呢我们今年推出加购我们电动汽车的补助，即日起哦一直到12月31号为止哦。那只要加购的话，我们最高补助是8000块钱。那你如果再加上我们环保署这个电动机车的碳权凭证1000，还有经济部的7000，总共最后可以多领到18000元哦。那也请我们县民一起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我们先看中间，1、2、3，节能减碳我加码，太旧换新一起来看中间。这个补助哦，跟工业局的一个补助哦，最高可以补助到18000元啊。另外，我们也针对哦这些1到4期的老旧机车哦，也有补助哦1500元啊。再加上环保署补助的2000元，总共可以补助到3500元啊。另外，新购的部分哦，在我们县府也有补助3000元。另外，再加上哦经济部工业局的一个补助哦，最高可以补助到10000元。那我们也鼓励哦县里面的民众将哦家里一些比较哦没有在使用的老旧机车能够汰换成哦这个低污染的一个电动机车哦，也鼓励哦县民这个针对哦能够哦节能减碳哦来做环保哦，让相关的一个哦这个高污染的一个哦增加一个碳排，还有高污染的一个机车能够汰换成这个低污染的电动机车哦。啊，因为整个申请的一个补助哦到今年年底啊，欢迎这个县民啊把握这个机会啊踊跃来申请。